还没到吃饭时间，哎咻！哎，飞走了，飞回森林了。撞人了！谁谁谁谁？怎样？哎，我看到他停顿停在那边。怎么这场怪怪的？是不是？确实怪怪的。靠！我发现我没有吃饭。高煮回家吃饭，肠子有问题啊！刚刚，Hello， 上网了。他做好了、啊，只有我们。接上他，我马上来。Go go go！各位，大灵麦就在地上了，赶快捡！啥？黄眼睛。
去哪里？吗？好，那棵树它不能撞，它会倒。我懂了。冰冻神物，冰冻神物，冰冻神物。没事，他跑了。真的是捡不到了，到底有多衰？看我变丧尸一样，走那么慢。撞他！别，你不要打，对不起。不是，我以为他要撞啊，所以就忙换我。是，有他分东西。我来帮你开路，别快。白痴突击龙。
你累了。我而已，按不出来。集合给他撞，笑死！你行你来。我们学武之人就是要有勇于尝试啊。可惜我不是。有一个大灵脉玉。好夸张哦！你看，就是要让他撞一下啊。已经汇款了，我已经收到通知了。这一撮应该又是大灵脉玉的那一下，近点看。哎，要，唔贪啊！哎，来不及杀。哎呦呀！哇，我还要坚持面镜呢。我不是尾巴，尾巴记得哇。我是尾巴。哦。妈的，军火。有毛级，普通的毛级而已。哦。有人没抓的吗？穿隐身衣进不去不是吗？啊？不是要隐身衣装才抓得到。对啊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再谁。谁要上重点？好，好，好。谁？对啦。然后你穿隐身衣装来抓，
可以换隐身衣装了。感谢，我去抓毛鸡了。我在楼下可以撒吧。撒粉，我撒，我在撒，我在地下室撒粉。这龙是不是跟我有仇？一定是。我有。把它狂开，放我一记。哇，过来！还来！三百血，三百血！我石头丢死你啊！哦，真的有毛病啊！喂，听到打脸卖鱼的声音，好夸张啊！每个人都有。我一个都没了。抓帽鸡、啊，恐怕、啊、抓帽鸡，抓帽鸡，啊，恐怕吗？恐怕有大力鳗鱼啊！好啊。麦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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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麦鸡鸡对。我差点拿石头丢毛鸡，天啊，吓死我了！那底下那个药草的毛鸡有看？一定没有啦，刚刚打那么激烈，被吼掉了吧？狂怒在鹿山湖。好啦，这个我就逮捕了，调查报告。你去抓毛鸡，别说了。哩哩噜啦嘞，啦哩噜嘞啦！哇，这场有四个哎，大力鳗鱼啊，捡到三个啊！操！哇，我好坏哦！跟你们打好像都没拿过零鳗鱼，我应该自己去玩。不行，我要吸收你的零鳗鱼。等我一下，我去看另外两个牙种的地方，就回来。速速回来。好康布林仔。
好，没有。开战。我吃个饭。嘿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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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嗯，可以了。撒粉。那我先跳吗？我继续撞，我继续撞。好好好，继续撞。我怎么觉得他行很快啊？烦呢、欸，干嘛啦？被骗了！没有，我是捡到三个，挖到一个，还在讲，好夸张！聊天室的我看的，你不能。不能这样，我不管，你一直在二度重伤我。没有，我要回答聊天室，不然会被追。哎、欸，上黄路恐暴龙的脸会一直受伤哎、欸。那呢？我麻他哦。哎、欸，他身上都是，我狂扣血 ，why？龙啊，他嘴巴有龙鼠的跑出来啊！可是他背也有哎、欸，他背也有吗？对啊，他北七哦，我蹲下了。是因为他有宝可梦的特性嘛，逆鳞，只要有那种近战攻击力打到他，自己会受伤。那个是逆鳞吗？那个对啊，那是逆鳞啊。开的。啊？那没有，那个是以前一个什么尖牙路杀的一个、啊、特性啊。我中间有一段没有玩。哦，我也没玩啊。我连看都没有，所以我也没看啊。啊，那你怎么会知道？人家很讲的啊。哦。我一直停留金银版啊。哦、那你比我前面呢？我至少还是红宝石。红蓝宝石哦、啊，那个时候，嗯，库拉多跟那个盖欧卡，盖欧，我都会去看去接触，因为之前菜渣有玩啊，就陪他玩啊，哦、就总知道就记起来了，因为名字很难记，你们名字都记得起来真的很难。现在又改名字啦，更难记了，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干嘛啦？
哎、欸，被捕食。哼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有。你是不是，你是不是真的很针对我？其他人不打打我。啊！我在傻，我在傻。我已经脱离区域了，我脱离那一区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回来啦。又想捕食我，天天捕食。哎、欸，我不是穿捕食装。好啦，我能撞他喇叭。喇叭。队友。有队友在后面，你直接撞。他不能撞，他骗人。骗你是不是？他假装能撞。太坏了吧！没见过这么坏的。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！我看哇，我直接，哇哇哇哇！你直接跳到他嘴前面，欠喷，笑死！别甩了，会死掉。补东西快没了啦！你要不要晃眼呐、啊？我还有，我还有，我还有补东西。好啊，我也快没。我集合，我集合。又补食。补食。而且你把我丢很远，豪哥。不动一枚了，又搞哦！哦，七三七三，知道，你真棒。这一位是五位，喂，偏右边的左边。你今天没去参与到 bug 的画面，真的是很可惜。你一定笑歪，笑到你的猎人病都好了。真的，还连 bug 两场，笑死。对啊，你有看过水母漂的那个吗？萤火龙，电梯向上的萤火龙。嗯，他水母漂的姿势就很像那个鸣波龙，要去电的那个，整个包起来，然后往上漂。What the hell？ 哎，可撞，可波，我撞你。哇！转身一才刚好，可恶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的转身快没了，看看那真的。有，你撞到，你撞到勇者。这勇士你成功了。下面一位。
欸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又被捕食了，谢谢。吃爽欸。波叔，帮忙波叔。欸，奇怪，我不是满足感吗？那，啊，怎么回复要大胜三品呢？哦，吃太凶了，这一只太哭了，哭啊！真的哭啊！他只在这边磨牙，这边好亮哦。哦哦，队友嘞，队友在挖古种。哦，好，挖得好。好的哇，大家都缺这边的古董啊！我为这个古董尽一份心力。那我要去帮那个新手了。哦，你说皇那个什么皇上还是什么？对啊，我朋友。哎，他现在才是吃晚餐，超等到这时候。嗯。哦呦哦呦，你这口臭，口臭。哎，狂吃好吃哦，啊，倒到倒到哦，原来算我耶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我这场被吃五次了，大家这边很挤哦，我感受到了。咬他！不是你叫他咬我，我天凉啊！天地良心哦！天地黄提龙，我防住了，可是还是快死了。好好，我不转了，我不转了，来来来，你继续转，你继续转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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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double 喝水，你自己喝一罐，我从你冰桶灌进一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欸，他是不是很寂寞啊？哎呦，两只争夺地盘！哇哇哇！你哇一样的血，是平手。哇，被骷髅了！哎，零趴，等下他剩一滴血，他剩一滴血。快飞翔爪，给你一个帅画面。你不抓吗？好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！你真的要飞翔爪就飞喽？让你一个帅画面的飞翔爪。你抓他看啊，你抓你勾啊！不要了，我抓起来了。你惊啊！啊，不然你射一颗石头嘛，十块。会死啊，真的会死啊！我知道会死的。他被那个，他被那个冰咒龙打到那个保底一滴啊！哦，没有，又显示二九一了。我以为是争夺地盘的痕迹，原来是牙齿。哦，逆鳞是招式啊，哦，粗糙皮肤 哦， 哦。对啦，啊，特性不是有吗？嗯，所以我没记错，对不对？不是你，嗯，你最棒。就是我最棒。处罚你。找一个大龄鳗鱼。哇，
退了，我要退。所以你还要打冰咒吗？都可以啊，看你们要不要打、啊，不然就是来挖浮肿跟矿啊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那是毛吉吗？那是毛吉耶、欸，而且好像有一种毛吉耶、欸。为什么你有？哪里？二楼还是下面？二楼。啊、欸！哎，有一种毛吉，有一种毛吉。怎么会？我刚看过哎、欸。我去换，那假的，我看没有你就完蛋了。有啦，我真的有。我说我看我没有就完蛋了。不要这样啦！粉色毛鸡很棒哎、欸，而且它在小窝里面生气会膨胀，会膨胀。对啊，它会胀起来。不要抓。会变成一坨。棉花糖。为什么刚没有？它不是只有美国、日本？哎呦，好大的尾巴！一定是恐包把它吓出来的。外面怎么那么吵？它就钻出来了。哎呦喂！对不对？怎么可能？我有上去看。你真的还好，你有看、欸。你们缺的来哦，有粉色毛鸡哦，记得专营生意哦。啊，不要拿石头丢到他哦，我上次就是这样子。龙龙毛鸡，你不要感谢我了。为什么我没抓到？你没抓到啊？他蹲地，你抓他是不是？对。好的，那我又没了。没关系啊。他不会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没发现他遁地，我就是直接压就抓了。